出击，爆能机甲王。各位，既然已经知道了钢棒的身份，那我们就不能再这么放任不管了。为了在这种危急情况下保护好欧列家物质，作为欧列家公司的继承人，我动员了欧列家公司顶级科学家们的技术，全新升级了机甲坐骑。欧列家精神的结晶体，那就是爆能机甲王。我的腿都在动啊！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呀？什么？咱们都怎么了？扩大到了一米，再加上全新研发的新武器，终极武器。那我们现在就是无敌的啦！等等，现在还不是，这是自动程序下的合体，没有任何战斗力。要想成为拥有终极攻击力的合体机器人，从现在起，各位都需要接受合体训练。训练吗？明白，公主。好，都准备好了。也就是说，合体应该很难吧？什么？不是只按下按钮就行了？喂喂，你们都在交头接耳的说什么呢？训练的时候要保持安静，明白吗？可是他的口气从刚才开始就怪怪的。刚才本教官说的合体方法，各位都要熟记，明白后马上开始练习。再说一次，合体需要准确的操作，有力的口号，还要求大家保持高度集中。那么。开始吧。是什么来着？好像得有个人先喊个口号吧。再来再来再来，都给我认真点儿。大家都快点想想吧。对了，派奇，从你开始。叫我先开始。好吧，开始变形。合体。成功。联合作战。什么？我刚才好像不在这里。我也不在这里。好像咱们弄错了。合体失败。连这点都做不好，再来，再来。钢棒大王，钢棒大王，紧急情况。等会儿，没看见我正在敷面膜吗？现在可不是放松警惕的时候。等会儿再报告吧。蛋蛋星人们制造了合体机器人。机器人？大不了就是个玩具呗，那又能怎样？什么？合体机器人？是的，机甲坐骑的合体，爆能机甲王。什么？机甲坐骑能合体？分析结果显示，蛋蛋星人们合体时，战斗力上升至少10倍以上。十倍！到底他们是怎么制造出来那种机器人的？怎么办好呢？没什么好怕的，我自有办法。跟我来。嘿嘿，怎么样？这次成功了吧？哈哈，好极了！好，来吧，开始移动。怎么动不了？莱迪兰波，你们在干什么？不怪我，这个不动嘛。再来。蛋蛋星人们，做梦都没想到吧？我早以为今天准备了无敌武器，等着瞧吧，蛋蛋星人们。宇宙的主人钢棒下令，
出来吧，欧念家金币。觉醒吧，超强力量，欧念家金币。我们就是天下无敌的双胞胎机器人，只要我合力，就能打败天下任何敌人，请您下令吧。怎么样？这就是我钢镚大王为今天精心准备的超强战斗武器。外貌100%一致，行动99.9%一致，根本无法准确分辨这两个机器人。那就是他们的必胜战略呀！等着吧，蛋蛋星人们，看我怎么粉碎你们破烂的机器人！要是能稍微休息一下就好了，体力不够。这个怎么都合体不了啊，问题出在哪儿了？是不是我们不够认真呢？认真？明佩公主不是说了吗，包能机甲王合体时需要用到使用者的精神能量。怎么看，估计都是因为这个。我们真的完蛋了。蛋蛋星人们，本大王来了。钢镚儿，没错，就是我。你们那个次品机器人，看我钢镚儿大王怎么让他变得不堪一击。哎，不过听说你们制造了机器人，机器人怎么感觉怪怪的？那个太好了，那我就趁机消灭了你们，去攻击。什么？那不是机器人吗？超大机器人。体型真大呀。你这家伙，攻击，开始攻击。上啊。不过是个头大嘛，也没什么了不起的。哼，这家伙今天也在吹牛。别高兴得太早，还是小心点身后吧。啊，什么身后？那家伙什么时候跑到那里去了？好像是瞬间移动啊。那个我帮你们，这里远。活该。到底用了什么奇怪的把戏，那一个破机器人，我什么，原来是两个，超乎想象。我们就是能合二为一的双胞胎机器人，只要我们合力，就是天下无敌的机器人。开始攻击，开始攻击，来了。合体，我们也能合体。喂，镇定，我们到现在还没有成功过呢。我们现在能成功的几率是1/1000吧。没时间了，大家准备血战到底。不管了。好吧，来吧，机甲坐骑合体出击，爆能机甲王。蛋蛋星人们的机器人吗？钢镚，趁我们心情好，你还是赶快溜吧。以为挡住一击你们就了不起了，还愣什么？快让他们瞧瞧你们的厉害。我这又是什么？发射。打中了。寒风，光能钻。光能钻，
启动！光速攻击！怎么样？我看你们还是乖乖投降吧。那个是中子 X 伽马射线制造的激光剑，只要挨上那个，什么都能被烧毁。躲开！海奇，趁现在准备毕生武器。毕生武器？那是什么？来呀，毕生武器回旋镖，回旋镖启动。怎么可能，我珍藏了那么久的秘密武器竟然这么不堪一击呀。这不可能，这全是骗人的。我又失败了，不可能，怎么可能呢？今天也成功收回了金币，任务成功。大家都辛苦了，那么现在重新集合吧。各位都是欧列夏公司选拔出来的最精锐的战士。那种选拔好像没有过呀。所以大家要变得更加完美，我不想再听到任何借口了，明白了吗？好，重新开始合体练习。再来，再来。